空姐为什么都情绪这么稳定？大家看到的空姐温柔有耐心，好像永远情绪稳定。其实在服务行业，情绪管控能力只是我们职业素养的一部分。私下里我们也会吐槽今天突然要改备份，或者七点就到公司开准备会。像这种情况，泡澡就是治愈疲惫和坏情绪的最好方式。两天都没回家了，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好好泡个澡，疏解下长途飞行的疲惫。泡澡时我喜欢点上喜欢的香薰，放好精油球，浪漫慵懒的氛围感让身心平静下来。换个衣服的功夫，水就放满了。平时泡澡从来不担心水不够，我家热水器是独立真双胆的，热水输出率能提升 40%， 超大浴缸也不用担心热水问题，储热水的速度直接加快，水量又大，可以持续输出780升热水。为了足不出户享受居家汤泉浴，我直接把户外矿泉搬回了家。因为我家的卡萨帝水晶双胆小瓷汤 Brown 3 出来的水富含有益人体的私矿元素，洗澡的同时清润养肤，给肌肤来一场汤泉 SPA。 很多人说我不像30岁，原相机下素颜肌肤也很细腻，没有细纹，甚至连毛孔都像是被隐形了。其实冻龄的秘密就是源于热水器中内置的富丝模块，释放丝矿元素来滋养肌肤，改善脆弱肌肤，减缓肌肤衰老，淡化细纹，收缩毛孔，让肌肤更加紧致，像喝饱水一样润，就连发质都柔顺不少，貌美精致度瞬间提升。我家热水器采用的是航天级水晶内胆，相对于传统电热水器，内胆完全没有金属，不必担心会产生水锈、水垢等。水晶胆也不需要镁棒来保护，所以不会有镁棒消耗产生镁垢的问题。不仅如此，水晶胆也是唯一达到饮用级水质标准的内胆，相当于用喝的纯净水洗澡，奢侈感满满。我的家居美学宗旨就是单看要独特有质感，却又能融入到整个居家氛围里。因为我家浴室整体是大理石灰色调，和热水器的青色银灰色完美适配，水管还是全隐藏安装，美观大方，浑然天成，浴室看起来更加高级了。不出门就能奢享天然温泉浴，回家后由内而外的治愈放松，是卡萨帝水晶双胆绞丝汤 Brown 3给的。